洗手机耶。好，而且它有四个镜头，一二三四，一个小镜头。对。爸爸原本的只有一个，然后渐渐升级到四个。对。妈妈的有两个。现在目前为止是你的最厉害。对，这个是最多的。现在时间是早上7:40，快45了。然后呢？其实我们这个时间快了五分钟了。对，然后呢？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是什么日子呢？我们要去亲子旅游。对，而且为什么特别？今天很难得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今天我老婆，你的妈妈很难得，她请假要跟我们一起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早起吗？为什么那么早起？我很期待。哦，我老婆来了，这里。Hello。她是幼儿园老师的关系嘛，因为她也要上课，也要代班嘛，所以她没有办法。那今年因为某些因素的关系，她可以请假了。对，所以很难得，今天算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一起参加他的亲子旅游。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要用这个，这一只手机叫Redmi Note 8 Pro。对，这样讲好像有点名字有点长，就叫它 Note 8 Pro 就好了。你看，它有四个镜头哎，对，从来没有看过。那等一下就用它来拍一下亲子旅游的 Vlog。Vlog 是什么 ？Vlog 就是影像日志，影像日记。它可以这样对焦哎，我点这里，然后你看我点这里，你不要动，你在这边，我点你这里，它就会你这边就会亮，然后我点后面，就是后面的天空亮，好神奇哟、哦。现在在老郭休闲农场，然后现在要体验一下那个捧蜜汤，让小朋友自己做。你再讲一次。老郭休闲农场吗？先要体验一下捧蜜汤啊！你讲一下标准好不好？台南人，捧蜜汤怎么念？捧蜜汤啊？什么东西？就捧蜜汤啊！捧蜜汤，对啊，标准的哈，爆米香啦，中文叫爆米香。这边有爆米箱，我要去前面待命了。等一下，我的工作就是要帮你们两个照相。摄影组的来了，摄影组的来了。这边全部都是摄影组的。你知道你刚刚做的是什么吗，彤彤？你知道吗？你讲一次。爆米汤。哎，对，爆米汤哦，就是你试吃的那个。先搓圆，开始动手，捏捏，然后搓一搓，搓圆，圆捏成圆，然后呢压一个洞，手手压这样捏，转方向盘，手手转方向盘，对，手方向盘捏。现在要去看那个风力发电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风车在这里，风车在这里。但是来到风力发电的地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风力发电的地方，在这边。
是今天的午餐，就是米粉。米粉，新竹最有名的是什么？米粉。米粉，还有贡丸了，两种。哎，它就是米粉镇，大家也可以进去吗？这边是路口，上面都是米粉。我们刚刚已经出去，不要吓疼他。哇！有没有吓到你？But I still got a lot to give, so I said, Hey, don't you wanna come, come and run away with me? 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做米粉，自己动手做哦。我来看一下怎么做。没有问题，我们材料都给你。彤彤，他不是拉断，他不是拉断，看谁有中发的办法。过哈，过去哈，好让两个放手，来完成两个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现在也可以吃了。妈妈，你今天是来做家庭手工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应该要分组，就是小朋友在同一桌，然后陪一个妈妈，然后其他的就是妈妈在那边开始加工。还有今天你有来，如果你没有来，就是我做了。那你做也很好啊，多练习啊。哎，这个做一包很有趣，你连做15包，那个还有20包，20包就没有那么好。这边都是我们的，你请问一下。这个生吃可以吗？小朋友已经在吃了。也是没关系的，只是不好吃。哦。因为它是夹的，可以吃。好。可以吃了。你也吃一个吗？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这没什么味道。没什么味道，那我吃这个。不客气。来，开始分。没什么味道啊，真没味道啊。我们要准备回家了，拜拜拜，要准备回家了，睡觉的睡觉，你应该也会很快就睡觉，你想睡觉吗？没有，我不是叫本名，通常叫本名通常会怎么样？表示怎么样？下车啦，从那个什么老郭庄园回来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这个满满的一大袋，全部都是米粉，我们自己做的，泡米粉，对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贵，我们泡米粉共3个人有15包，这是我们家爸爸未来半个月的午餐。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家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每个星期三跟星期五的晚上6点都会准时上传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